好，我是 Stella 钟小玉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校花校草呢，必须符合的条件呢，当然是外表很重要，还有就是呢，你站在舞台上一定要很有信心，当然要带出自己的本性，还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呢，一定要赶紧参加由 Spotlight 杂志所主办的，还有万能荣誉呈现第7届 Spotlight 优选校花校草哦。